害的，我们没到浦东去买。他们家基本就是普通亲戚啊，这个杨一红一隔壁的就是闵行，有没闵行？有没有？来2020块，啊，哎，买到就赚到了啊！两个人买吗？你看这两个人买吗？他们应该有，那基本上就那两个呀，啊，两个啊，这个价格划着呢，早上13块一斤，2斤25块。现在一分钱不赚。
Thank you.
了。